吃早餐，吃了工作。来，今天比较懒，啥也不做，吃面包。卡龙六半点回来了，班里也吃个面包，来，哪里？好好吃。准备要出发了，出发前就要溜一下半径。翘这个屁股在这干嘛？溜一下半径我们就走了。我把这个水桶放这里了，所以开车它不会晃，也不会晃出来。然后我们吃喝用的饮用水是这个桶装的，这个只是洗碗、洗漱、刷牙用。前面我尝试识别，它识别啊？对，识别一下。是啊，照不到除夕打一把。哦，照到了。到了，还不到24小时啊！不到一小时，三十。他那上面写的30。对呀、啊。我们这个就是小车的。就占了一个小车位。嗯。他自己要多赚10块钱。从这里上去了。嗯。租车哈。嗯。我往这那上面再走一段路看看吧。哇，那边就是洱海了，可以逛那个古镇。我们昨天停那个位置是错的。对啊。但是车进不去。你去问一下这边停过夜多少钱？你去问一下吧。好。可以的话，我们就停在里面。嗯。你好，这里可以停车过夜的吗？可以，也是10块是吧？10块1小时，然后2块叠加。哦，10块1小时，然后后面每小时2块。好，谢谢。10块1小时，后面每小时加2块。那一天50多了。对呀、啊。啊，我们走吧。56块一天。昨天那里收30的啊，然后他收40，我就觉得好贵呀、啊。双廊高速下来。我高下来就可以直接到双廊哈、啊。是、啊。那里写个，今日游方免费停车。后面的车在逼我了，走吧。你前面就停车场。白天10元一年，过夜20，就停这里了。这里。哎，这里也有。哦，刚刚那里太贵了，就停在这些便宜地方吧。嗯。看看那边。这个地方白天10元，晚上20。能停进去吗？还有位吗？对呀、啊，找位置很困难。那里有个大巴车挡在那里呢，停在外面又感觉不太安全。这里面也是不好停哎。要不要往前再看一点？好啊。扔在边上就好了，这个边上也没人管。对呀、啊，晚上再去停20嘛。嗯。24小时服务这里，这里那么乱糟糟的，有24小时服务吗？你看它里面就是一个停车场嘛，我看哈、哦啊，里面就是一个停车场，看到没有？对、啊。感觉好多人停在这里啊。应该很美吧，这个地方，好多车啊。哇，下面就有个平坦的边，下面就像那种海边的沙滩一样啊。嗯，只是这边全是碎石头。好啊，你去问一下看，看来。嗯。哇，这里还有好多吃的。嗯。停在这里风景也好哈，我去问一下。哎、嗯，
去问问。哇，这风景真好。红山本主庙。过来看，欢迎这边停车。哦，这里停车啊？对，这里停车怎么收费啊？房车。怎么收费啊？这个停车。白天收10元，晚上收20元，其他不收。哦，白天就收10块，那我们现在停的话，停到明天过夜的话，那就是30嘛。就是到明天什么时候？这个时候嘛。现在取水取到明天现在时候啊。啊，就24小时。你大下一点，取取水。也是30哈。对，好好好。把车停到这路边，下面太美了，能在这里看到落日。这里太多篱笆了，所以我就不带半径下来了。哇，真美呀。落日太阳。这里不能停，我要换位置了。把车停在这里了，刚才那个位置20还不让停，这边20可以停到明天下午随便停。我们准备休息一下，去古城转转，这里还挺好的，它这边还挺宽的。